你见过这么诡异的结婚照吗？2013年，陈建州跟范玮琪大婚，当时王力宏以伴郎的身份出席。在婚礼结束后，陈建州特意在社交平台发文，并配上婚礼现场的照片。这张照片却处处透露着诡异，明明新娘是范玮琪，但是王力宏却占据了 C 位。不知道的还以为陈建州所谓的相恋13年是说的王力宏。